欢迎来到魔术玩家，这是一个有趣的知识性的魔术频道。好吧，好，现在呢又到我们这个开箱有奖征答送好礼，那我们现在要来抽奖。第一个是这个小礼盒哦，迷你可爱的三杯球跟双环盾币啊，小礼盒。那原本是27号啦，那现在已经刚好满15个，好，那我们就满15个，我们就开奖。看一下是哪15，哪15位，哪15位来参加我们的抽奖。好，那这里面呢，这个没看过了，其他都有看过了，没有啊，没有你们社长啊，没有社长的名字啊，没有社长的名字啊，这个有的同学啊，知道啦，但是他没有订阅啊。没有来参加抽奖啊，有看啊，但是没有来参加抽奖，也没订阅。来参加抽奖这个都免费的啊，所以不用担心了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开两个奖，另外一个是神通卡，哦，也是一样，满15个了，满15个，然后。还有两样东西是目前，好，剩下两样，剩下两样是还没有满15个的，一个是这个可爱的蟑螂棒，哎，可爱对吗？可爱不对啊，那应该怎么形容它呢？恐怖的蟑螂棒，不会啊。你知道有那个养蚂蚁达人啊，养蚂蚁达人啊，哦，他用那个类似水族箱这样子透明的，然后去养那个蚂蚁，看那个蚂蚁在那边，哦，怎么生活的啊，哦，他也有养蟑螂的，那个养蟑螂赚很多钱的。因为养蟑螂，它是当作那个食物啊，不知道给什么吃的，我忘记了。是不是有那个鱼也喜欢吃蟑螂的？对，还是吃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好像是鱼吧。鱼，是鱼吗？嗯，鱼。好吧，哎，那我们现在要抽的是，哎，小李了。好。这个有啦，这个之前都有抽中过啦。好，恭喜你获得我们的这个魔术小礼盒，超可爱的三杯酒。好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神通卡。神通卡有两个，一个是猜姓名，一个是猜你住哪里地址。还是一样哈，我们先来看那个哪十五位来参加我们的抽奖。这个也叫好好，这个也叫好好。这个是品豪，邱品豪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好好，所以有点小麻烦，哦，不过我还是有稍微把它区隔开来，哦，稍微注明一下，两个好好是不一样的，好，其他都是老朋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抽的是这个，哎，这个有两个名额呢，对吧？哦，
哦，还好我有帮你们想起来。你是倒掉了？没有啦，有两个名额啊，有两个名额。啊，我哎，网络上忘记写了，没关系啦，就是我们上次影片的时候有讲两个名额嘛。好，那提醒大家就是呢，我们这个抽中的奖品呢，寄给你的时候，我会附一张那个魔术玩家的名片。好，那这个魔术玩家的名片呢，你不要把它丢掉呢，你要保存一下，累积十张，我们还有东西可以让你挑选呢，啊，可以让你挑选。那目前有三样东西啊，一个是螺丝，螺丝自开，一个是这个叫做记忆铁丝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书，啊，目前有三样可以让你自己挑。累积十张名片就可以，额外送的了哈。好，哇，抽一，哎，抽两个，抽两个，一个，两个。菜鸟，哇，这中奖几率也太高了吧，菜鸟。哎。哎，你摸这五名的那个来了。哎，不会吧？是有些人很容易抽中他。两，哎，太厉害了，好吧，反正就抽中了啊。那恭喜两位获得我们的神通卡。那。记得来参加抽奖呢，要按个赞，哦，按赞满15个呢，我们会再多送一个奖品，哦，那欢迎邀约朋友一起来参加抽奖，我们的抽奖都是免费的，再见。